什么都能哭。他们是水做的男艺人。我们才交往一个多月，然后他有一次跟我约在东区，那个时候东区有泡沫红茶，他跟我约在那边说，他现在要结婚了，然后他跟我分手。后来我就发现我是第三者。其实我在那边是哭得稀里哗啦，那泡沫红茶很多人在玩牌，在雕牌，看到这个男的干嘛？我觉得他在讲他故事，你哭什么啊？对啊，就在今晚11点，《麻辣天后传》准时上潮。